四、三、二。进来。真是作业，为什么没有到我要求的话？我就是讨厌你们学生那么爱做主张，叫你们往东就往西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把事情做好？这样子的作品能看吗？笑屁！我就是讨厌你们学生那么爱做主张，叫你们往东就往西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把事情做好？这样子的事情能看吗？看吗？未来出社会工作就是要以客户的需求为主，你这样子乱画，速度把我看在眼里。未来出社会工作就是要以客户的需求为主，你这样子乱画，速度把我放在眼里。四、三、二。这次的作业为什么没有照我的要求去画？我就是讨厌你们学生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这次的作业为什么没有照我的要求做？我就是讨厌你们学生那么爱做主张，要你们往东就往西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把事情做好？这样子的东西能看吗？还都不想画。三、二。这次的作业为什么没有照我的要求做？我就是讨厌你们学生那么爱做主张，要你们往东就往西。